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各位唠一唠这个无双马，来看一看一个魔张飞吧。来看一看这个魔张飞的一个通关教学吧。这个人物的话呢，也是一直没有做过，因为这个人物怎么说呢，在这个版本呢不算是特别的强力啊，他一直就像啥呢，就像风云再起那样吧，或者说像洛阳枭雄，就是不是特别强也不是特别弱啊，但是呢这个摊分能力一直都是可圈可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伤飞的话呢，这个伤害的话呢不及白张啊，但是呢这个刷分能力呢是非常强力的。然后这个人物想通关的话呢也不算太难吧，还挺好。因为的话呢你可以快速提升等级啊，然后呢依靠这个快速提升等级以后的这个装备啊，这个不是快速提升等级以后呢获得的必杀，无论是40级的踩地板啊还是48级的终极必杀，然后呢利用大小兵加气打 boss 丢弃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快速的获得装备，然后呢慢慢打通关。这里你可以看到呢一开场之后呢这个5G前撞A 三下之后呢回头撞，然后呢 A 三下再一个恶虎扑羊啊，因为小兵的血量不足以 A 四下，所以说选择 A 三下，你看是吧，这里空阵三下撞恶虎扑羊直接完事，一套连招呢一个小100多万，这个分数呢是稳定增加啊，你看是吧，稳定增加的一个分数，而且这恶虎扑羊变质效果之后，这个群兵呢如果你的下下 A 熟练呢，你可以考虑一个66AA 三次转以后呢下下 A， 然后66A 下下 A 66下下 A 就可以了。我这里呢是不太喜欢用下下 A 这招啊，相信总看过我视频和直播的玩家应该懂，不太喜欢这招，所以不常用啊。这个我比较喜欢用 6A， 所以说呢咱就用 6A 来代替一下。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小兵随便打一打，落单的打几个，群攻的打几个，大概1000万，然后再把这个 boss 来一下。boss 的话呢，首先你可以打一套经典的魔张飞连段，就是那个不是，一会儿打经典的，先打这套吧。这套的话呢是10级以后啊，10级以后呢在空中的恶虎扑羊就可以取消变成这个跳劈啊，空中恶虎扑羊之后花236A就变成跳劈了。20级以后恶虎扑羊直接，好，我们来看这个看发展，直接这个段数啊疯狂往上涨。他这个20级以后啊，这个单刷小兵的分数，我刚才整两本血书啊。单刷小兵的分数呢，你就可以靠这个恶虎扑羊了，就是 A 小兵一下恶虎扑羊，然后呢在空中劈恶虎扑羊，基本呢所有小兵都能打到一个满连，这个魔章15连应该就是一个满连分啊。但咱们继续往后看，这个地方铁甲兵太多了，那就算了，我们来一个撞打6A 啊，然后 A6A 啊，我这里是想反撞6A 啊，因为那个位置如果打 A6A 呢，就会被这个倒地的怪影响，导致你的追地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会下下 A 呢，你前前 A 下下 A， 但是也会被倒地的怪这个追地影响，只不过你前前 A 下下 A， 如果你熟练的话呢你就可以反撞了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连反撞都那么熟练了的话呢，相信你这个通关也非常的容易。我这里呢就是教各位清群兵就这么打，也不用打什么分是吧，群兵的话呢你就直接A 千 A，A 千 A，A 千 A 啊，你下打一片，然后呢这个游戏修建可能呢也就，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的修建也就在这个陆逊这能用的话。我在看这个别人打的时候呢，我非常好奇啊，为什么打这个游戏这个版本他们要存修建这个道具是吧。我本身在正常打的时候呢，在小道具的选择呢，毒气毒镖两个都会舍一个，因为呢你需要捡其他的一些道具。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选择留一个修建是让我没想到的，因为毒气毒镖飞盘哪个道具都比修建强啊。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修建就没什么必要留了，就是前期没什么道具了，然后呢第一画面升10级三发修建打陆续，我觉得足以。这个地方呢用火牛刷着分啊，因为这个火牛顶那帮傻子兵还是比较见效的。这个地方呢我是直接选择捡了一个莲花一丢，然后这块让他笑一下也没事啊，不用增兵的跳，这下不掉多少血是吧，能不能通关不在这一下的影响。这位置的神仙笔一丢，捡一个张灵剑大侠追地，你看着吧，神级道具大侠。这里呢 A 三下我不想跳劈，然后好吧失误了啊，失误了。这里呢咱们再来一发神仙笔起招，然后呢一个毒气筒 A 三下啊，我这 A 四下我不想打不着。这个位置呢就是给你演示一下，尽量 A 三下我不想啊，你看这里我不想跳劈，我不想跳劈，五个四一
之后打个飞碟追地，再来一个三下 A 不死。正常的话呢，你打这个张飞就是摊分连招，就是 A 一下两下三下都行啊，因为呢这个恶虎扑羊连段数实在太高了，你 A 几下呢都导致这个恶虎扑羊不受什么影响。然后这里看群名啊，群名我依然推荐各位这么清啊，因为有时候没道具呢你这么打啊 ，A 跳 A 不是 A 前 A 前 A， 然后面前有小兵的话你就跳 A 啊，因为面前有小兵的话呢你再打平 A 就会追地了，你打跳 A。哎，你看是吧？这里所有的兵，咱别管加不加分，这个所有兵你是不是稳定给它清掉了啊？这就很好了。之后呢，血数太多了，我就随便放一放了。这地方呢被对面放倒，然后我先开个三十级的超必杀，之后呢逮出空来直接扔个血数，先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最好呢是再留一个血数啊，因为留着合一不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反撞的一个连招啊，这套连招呢你可以熟练，不会那么太难。张飞的反撞是怎么撞的呢？在你前前 A 之后撞完了马上拉后啊，前前 A 之后撞完马上拉后，难度并不高，但是呢你把它加入到连招之中你需要小试验一下。哎，你看这套就是一个彻底的刷分连段。我们来看6200万打曹彰，看一个曹彰能打多少分啊。这个人物的优势呢就是一个单体 boss 一个快速加分，或者说呢单体小兵吧，单体敌人也是可以。看是吧，这里恶虎飞扬接跳皮，恶虎飞扬接跳皮，直接连段打到13，然后压制起身，直接恶虎扑羊劈，恶虎扑羊劈。你会惊奇的发现这套连招打 boss 只有5-6000血，5-6000血什么概念呢？就是许褚那种人。这里我是给各位换了个连招，这是一个输出连招，你可以看这一套连招20000多血，是吧？这个是想打输出你就打这一套。这个四下 A 之后接神龙摆尾啊，这个比起风云再起简单的太多了，因为他这里呢把神龙摆尾的施法，不施法的了，这个攻击后摇。做了一定程度的取消，所以说呢这个神龙摆尾接起来是很容易的。四下之后神龙摆尾，然后摇杆回冲，稍微等一会儿啊，之后再神龙摆尾，再等一会儿再神龙摆尾。这个神龙摆尾呢就怕你接急躁了啊，就怕你接早了，别接急躁了基本就完事，很容易就能接得上的。主要是地形的一个那啥啊，你要找一个好的地形，最好就是这种平墙或者上下墙啊。这个地方呢有点菜啊，这个曹彰，反正你随便用曹彰打一打吧。这个地方建议的话呢是把那个召唤状吕蒙爆的召唤状呢用到这儿，然后呢利用召唤状把这两个血量，把这怪两个怪的血量用那个曹彰做一个平衡。这个锤怎么还不好使了呢？之后这地方呢，如果你喜欢抽奖你就呢撞一个抽奖令牌。之后这个必杀魔张飞，这个必杀还是比较全部特点的。这个40级的必杀呢怎么说呢，伤害很高，然后呢清兵和打 boss 都很不错，只不过呢这个必杀唯一的弱点就是怎么呢，就是他就那一脚的一个攻击判定啊，很容易导致你踩空踩。哎，这个大熊好可爱啊，哥们儿你怎么了这个大狗熊你看，好可爱的大狗熊啊。然后呢第二关随到了这个石荆州啊，这关的话很容易啊，这关你看我的分就是在一关，这关一开场我直接把神人的史记丢掉，因为这关你已经确定左慈身上有史记了，所以说呢左慈之前，这关开局之后左慈之前把史记丢掉，然后用你身上剩的曹彰阿斗用这两个令开始刷分，你呢就可以打到一个大概2000多万的分。之后这个地方呢变一个水冰月啊，让自己的这个运气有所加成啊，是吧？爱笑的妹子运气都不会太差啊，这里呢咱们变成水冰月吸一波运气。之后我们来看啊，这里是连续的顶掉这个史记，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在中间这一系列的环节你可以呢用援军令弹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打回史记，一举两得。之后调好一个莲花进屋之后直接丢莲花，然后呢两个门直接呢一左一右的一个双开。这里你别管进不进啊，咱先给门开开，是吧？不进说不进的两手选择。之后这个地方的小兵还是依然建议这么群打，哎你看是吧，依然建议这么群打，打得好还能来点分啊，打不好就拉倒。这位置一个莲花的一个清兵，一个毒气的一个开场，让这个葫芦精跳不出来，别让他呼滴一个水，呼滴一个水有点不得了。这位置呢我是想跳莲花，但是呢取消慢了，然后我看看啊，咱搞一搞，直接跳好毒气，然后一个踩地板，一个毒气追地。这个地方哎哥们你不打你也懂啊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位置血书用了吧，因为呢这个用了之后呢你上去打吊牌还能获得一本血书啊，这是我用血书的一个原因。之后你打这个张飞重 boss 面对这么打，就是四下 A 狂风式啊，它这狂风式呢你在狂风式结束之后再一下 A 它可以刮两段，这个两段狂风式打重 boss 是很容易全中的，这个伤害也不错，比起这个神龙摆尾来讲呢还算是可以啊，因为你可能初学这个魔杖或者初用魔杖的话呢你连神龙摆尾不成太得劲，所以说呢你可以连这个。然后咱们来看这个怪，你可以看一套的分数啊，
咱们现在是144啊，咱们来看打沙漠黑炮的分数。好吧，我这里是先撞一个石头树。哎，来了，看三下恶虎灰鸦，恶虎灰鸦劈144，直接打到了1484，400多万一套啊，这是有史记啊，没有史记的话呢，就是200多万。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单打的分数还是可以的，对吧？这里三下 A 恶虎扑跳劈，恶虎扑跳劈啊，又打了一个满连，又是一个，这是多少分？这是一个500多万了吧？我们来看154吧，就算154、1537、1537、1589，520万。你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很恐怖，是吧？两套连1000万，两套连1000万啊，这就是这个人物的一个优势。你打小兵也可以这样啊，这个血厚的兵，你要是能把他们都挨个分开啊，打出这套14、5连。这个分数是蹭蹭的往上涨，对吧？这也是我说的它的一大优势。那么呢，咱们把这个沙漠和击杀就可以了啊。当然了，你如果不想打这套伤害低的打分连段的，你就打那个四下 A 的这个神龙摆尾护阶，然后呢打四下 A 的一个狂风式护阶。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怪，轻轻松松就打了小3000万啊，是吧？将近3000万，152啊，刚才是啊，这里打了2600吧。然后貂蝉我是随便打的，就不给各位看了。咱们来看这个张飞是吧？这里呢，我选择走一个张飞路线啊。张飞路线的好处呢，一是打个头盔，单打的话呢，这个头盔对于一些玩家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这位置我抽个奖，又是一个血书啊，血书大配对。之后这地方呢，我是一会儿会把盒子币扔了，盒子币扔了呢，拿一个头盔。然后过了张飞之后呢，我的气都在清兵的时候用了。过了张飞以后呢，你可以拿一个酒碗直接喝掉啊，这样的话就，对不对？就差不多了。然后呢，打这个张飞呢，最好是我这里把血书丢了啊。好吧，看来我这对衣服没什么追求啊。我可能认为下一关会是多定州，我这里直接把血书丢了，我这是疯了。不建议各位这么打，我建议各位呢是把这个啥扔了啊，把这个和氏璧扔了，和氏璧扔了。因为的话呢，这个在你不太熟练的情况之下呢，我依然是觉得这个游戏先和衣服啊通关来的是要靠谱的。通关是靠谱的，怎么都比先和腰带强。然后这地方呢，我再试试前 A 的连段，因为我这个魔杖玩的也不多，所以说呢，我再试一试这个人物的一个各种连段，玩的也特别少。然后这个地方呢，你是如果想打分，你就尽量呢等这个一套连招结束以后，结束以后呢，再把这个毒气丢完。你看是吧？连招结束了，别打追地，直接呢就是图标扎他，这样呢两套连段分断开，啊不，连段数断开，分涨的就多。这位置呢又是打了一个输出连段神龙摆尾的护阶，然后随便丢一个道具捡一个酒，把酒喝完直接进去就完事了，保证自己的一个满气啊，这没什么好说的。 OK 啊，咱们直接进来来看这关的 BOSS。 这关的手底双 BOSS 的话呢，如果你不是太强力的人物，那么呢我是还是建议用沙漠克来搞一搞啊，因为这关本身沙漠克打这个刘备有一个伤害加成啊，这个沙漠克呢还是挺好用的。OK， 这里来了啊，我们直接是换身沙漠哥开始笑，开始笑，躲着点刘备啊，因为刘备的话呢能一击把咱们击杀啊，他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呢躲着点。然后关羽揍一下子死不了，让刘备揍一下子很可能出人命。然后呢这三个沙漠哥你可以全扔啊，你可以不要，就是打完他俩以后呢，你在没有腰带没有大印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这个三个沙漠哥你都用了。正常来讲呢，不是太。运气太好，不是运气太背，是用俩，但是你单独剩一个没啥用。你在下一次的沙漠哥再攒仨啊，留到最后一关打五一样的就足以复活。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比较缺格子，因为你这个时间段衣服也没合成，腰带也没合成，终究是差一点，对吧？哎，你看像我这个位置，果断就扔了最后一个，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就先扔掉。扔掉的话呢，你在刘备死亡之后呢，捡一个小黄书啊，短暂性的放到身上也是可以的，对吧？后边如果真缺格了，就把小黄书一丢啊，这个捡别的也 OK。这个地方呢，我是把这个地下的傀儡废物利用了，不用白不用。然后呢，给二哥一套神龙摆尾连段啊，被这个小兵阻止了。那这里呢，图标斜扎啊，各位扔这个图标的时候呢，尽量像我找这种角度，斜着扎，斜着扎的话呢，命中率很高。哎，然后还记不记得各位，我前面跟你说过那个左慈是吧？这个变成水冰月的绝对是有效果的，直接来，你看缺啥书来啥书，哎，走合成啊。这个的话呢也是当时我在1月1号还是1月几号啊，是当时在跨年以后打的一场节目啊，跨年以后打的一场节目，这个运气呢也是够好了，是吧？这个希望各位也能如此啊，在这个新的一年啊，新的一个月份呢，有个新的开始，对吧？有这个红红火火啊，这个需要火就来火的这个运气。
然后这上一关呢是莫名其妙的合成了一个这个腰带以后啊，这个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呢？因为这个东西完全不在计划之内，是吧？合成了这个腰带以后啊，咱们的这个多丁州就显得那么的简单了啊，显得那么的简单了。然后这个魔杖的话呢，如果你清兵呢，我建议还是用那个48的那个必杀下伤 A 啊，用那招。我这里呢是习惯踩地板，因为踩地板快啊。我打这个 B 人物呢，我是除非是特别需要的情况之下，要不我一般不太喜欢开48，因为我觉得48那个技能好用归好用啊，但是哪个人物的48都是磨磨唧唧的啊，没有那么干净利落一下子到位那种。所以说呢，我一般不太喜欢48，而且呢，48这个技能呢，你用完之后就也不能动，而是比较坑爹的一个事情。OK， 那这个位置是飞点满了，临时捡个袖剑啊，因为这个袖剑呢也能做一个起手道具用，临时用啊，就更好的道具咱们就给它丢了。这怎么饿了？正好喝口水。吃包子时间到。好吧啊，这里走了，然后继续。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莲花清兵啊，也可以必杀清兵，也可以踩地板清兵啊，挑一个你喜欢的，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用袖剑起招，你看是吧？这就是我说的袖剑，你看好不好用？短暂一用是不是非常的给力？我捡这个玩意儿干啥的？我比你这里再踩一脚，直接给他俩踩死。然后这里继续，莲花一丢，捡一个抽奖金牌啊，然后捡一个莲花，然后来1234 6A 1234 6A。这套连招的好处是什么呢？这套连招的好处呢是快速把你伤害最高的 PNA 打出去啊，在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充足的连招时间的时候，你就打这套4下 6A 一下，然后呢4下 A， 这基本上就快速 PNA。然后貂蝉吕布来了之后呢，我选择踩了个地板，你可以看到这个貂蝉在有腰带的时候呢，一脚差点就踩死了啊，很恐怖的一个伤害。之后呢，这个毒镖捡不上了，那就把毒气扔了，毒气扔了捡个毒镖也不亏。啊，之后这个魔杖打吕布有伤害加成，直接一个反撞，捡了一个什么玩意儿没看清啊，捡了一个道具了，要不然一套连招就打死了。这里呢是一个经典魔杖12连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扔啊扔，啊好再扔，哎、啊、又来火叔了，你看是吧？这地方呢直接丢个时间器，到点了。然后这个火书的话呢，你可以一会儿打那个葫芦精用啊，之后呢咱写一个最佳吧。你看这里有好多老板最佳，新年说永恒太帅了，实在太帅了啊，你看这太多了。我看这个老板说的啥，改成什么了？改成长春第一美男。哎，你看是吧，这都不光太帅了，这哪个大哥最佳，这太有造诣。可能看到这儿啊，你肯定也是会想，那不对呀、啊，永恒啊，那我也想觉得你特别帅，给你追加一个分数，我得去哪儿呢，是吧？哎，那就有了，你呢可以来这个西瓜视频或者抖音，哎，你可以来这两个平台，我是在这两个平台做直播，然后呢，抖音是个随缘开，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之后你可以用这个百度啊来搜索一下这两个平台一个官网啊，之后呢用这个电脑就能看了。然后好多人说不喜欢电脑看，那么呢你就用手机下载一个这两个平台一个 APP， 是吧？然后你搜索我发视频的 ID 啊，或者呢这个房间号1146啊，在每天晚上呢7:30左右，它一定是往左，哎，你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之后呢，剩这个单位也啊，我建议各位扔个道具啊，因为我看好多人打好人打好人打。打这个魏延都不喜欢丢道具，然后呢导致是什么情况呢？魏延防啊，魏延防，方法打你，方法打你，方法打你啊，然后呢上头了你就跟他抢，他就打你，打你好几下啊，然后你挺亏。哎，你看缺什么来什么，看不看着？哎，这个意思。这里呢直接来跟我玩必杀，哥们儿，我的防多少钱，你跟我玩必杀。这位置呢直接把曹操的必杀防住，然后呢用飞盘起招。哎，你看什么，这个道具该扔就扔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游戏呢就是你在不熟练的时候呢，你去打哪两关是特别需要大量道具的呢？一个就是现在这一关啊，一个就是现在这一关，另一个呢就是智破八阵图那关。八阵图那关呢可能打 BOSS 需要不少的毒气以及这个不少的莲花，这两关呢是需要大量道具的，尤其是这关，这关需要道具特别多。无论是莲花的一个清兵，还是呢打这帮野 BOSS 的一个毒镖毒气飞盘的一个起手，都特别关键。你千万别省，你记得我这句话，千万别省，因为后边都能捡回来啊，都能捡回来。你现在不扔，后边的道具呢都是空爆，没有那个必要啊，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只有这个巧有点贱。这个地方的血书一定不要丢啊，这个地方给你一个运气的血书呢，你千万不要丢，你可以呢用一个隐身衣
来顶一个锤子。我这里呢，因为我打他们太容易了，我就不用什么以前一顶锤子了啊。这个位置呢，我是想给他跳皮以后再把他这个连上啊。那么呢，不用锤子呢，咱们直接扔个七星灯吧，是吧、啊、这个直接我是直接选择不用以前一撞锤子啊，然后呢扔了个七星灯。这样的话呢，血量再次恢复满啊，一脚踩地板，你看到这一脚踩地板能干个一万七左右的血。这里随着个巧的小兵有点不得，该说不说是有点不得啊，因为这个小兵呢，在你打 boss 的时候呢，很难能给他直接刮下来啊，他的攻击欲望也很高，经常阻碍你。之后呢，咱们跳一下，跳到这儿，在吕布之前的一批兵呢，剩俩他就会发电，你站到四个角是无敌的啊。之后呢，这里这帮大牛，我先扔一个莲花全炸死，还有一波兵小蛇，这里直接开个必杀啊，直接开个必杀，这个必杀呢，既能打吕布一个输出，也能呢把全兵的小蛇给它清掉。然后这个吕布的话，咱们就继续扔道具啊，这个道具一定不要舍不得，你看我基本都丢空了，你还记得我来的时候是吧？来的时候身上有好几个毒气。啊、有满飞盘，有这个四五个、五六个莲花，打到这儿呢就全丢差不多了，然后后边也就不再用了，是吧？你说如果你攒一堆道具，你就这么想啊？就是我看好多人打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了。他攒了一堆道具，莲花清小兵的时候也不用，啊，然后呢攒了一堆道具，碰到 boss 的时候呢可以丢，袖剑啊不是袖剑去了，这个毒气、毒镖、飞盘。那你说这个道具你还丢到哪儿，对吧 ？boss 也不用，小兵也不用，你白捡了，对不对？你白捡了，你何必不扔一下呢？你要不就不捡了呗。你说你捡了的话还不扔，是不是亏了？对吧？然后你后边你捡满之后，后边再爆的你还捡不下，是不是血亏？对吧？所以说的话呢，该丢得丢一丢，除非你特别有把握。你看像我这种啊，我打这个陆逊就特别有把握啊，是完全不需要了，他一下打不着我，我还能打，我还能打着他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不丢。但是呢，像那种会防御的怪，比如说边缘张辽啊那种怪，还有那个起手不稳定的怪，什么许褚。啊，很容易给你抢招的怪，这些怪你丢一丢啊，没什么问题。这里呢，我是打了一个高伤害连段，你也看到这个神龙摆尾的伤害应该是这个魔章最高的一个伤害了吧？我也没太去细研究过这个魔章。OK， 那咱们这里呢是把这个地下道具捡一捡，然后呢继续往里走，继续往里走。这有个抽奖，直接给他抽了吧，一直挨了一电。这个我是建议各位，这种情况一般别抽啊，就是在你血量起码到一个。电完了以后都不疼的地步再去抽，之后呢，由于没有合适币，神秘之位进去是吧？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咱们直接来看双 boss， 单吕蒙也不看了，没啥意思。这位置呢，我是选择了用了踩地板啊，我还是不喜欢这个48的必杀。这个因为踩地板这个东西呢，确实好用啊。这地方要开48了，因为这个巧进不了，踩地板进不了巧，要不然呢，我也不太想用48。但是总体伤害应该还是48这个高一点。不略用归不略用，但是得承认这个必杀确实比那个40的厉害，要不然为什么40学那个48学那个是吧？之后呢，我是想把他俩分开啊。你如果注意看我这个走位呢，我想把他俩分开，把孙权也在自己身边，然后呢必杀打倒之后丢一个毒气追地，这是我的想法。结果的话呢，这个黄盖天堂有路你不走，你自己往上送。我是怕把这个黄盖给无杀了，因为这里呢肯定是先杀孙权，除非你不需要这个无名火啊，除非是这个，要不然呢肯定是先杀孙权。这里呢孙权开必杀，我也开必杀，之后两怪分的又不开呀，还得走走位啊。这里是毒系统直接来神龙摆尾的两次，好吧，这血量呢终于是稍微分开了一点，可以看到呢一个3万一个2万啊，一个2万一个1万，这分不开了，可能要丢衣服了，这就没招了，因为你再开个必杀黄盖死了，你的无名火装不上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我把他逼的，不是他把我呀，我把他去了，他把我逼的实在没招了，我扔了个隐身衣啊。但是这里如果各位你要先扔隐身衣的话，就决定了这里我就扔隐身衣，那么我建议你先扔，出门就扔。出门扔的好处是什么呢？既能躲过孙权的开场攻击德玛西亚，然后呢又能在你隐身衣期间快速撞三下，把黄盖的无名火撞出来，然后撞完无名火之后呢，隐身衣还没消失，你可以非常从容的扔道具，然后呢捡，对吧？从容的扔掉史记，扔掉血书，捡上无名火，哎，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举三得啊。但是呢缺点就是浪费隐身衣，反正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权衡下利弊。那么这关结束之后啊，这个三关一过啊，然后呢前边最难的一个途径周也搞定了，身上呢是衣服腰带头盔已经三件套齐全了，这个通关就随意了。那么咱们来看这个地方，这地方呢我的血量呢又没了，之后呢咱们直接开场扔一个隐身衣啊，扔隐身衣，你看先撞一个加血，再撞一个司马的衣服，哎，然后呢再去打门，你看是吧，这很细，这一个隐身衣干了三件事，哎，看见了吧，这就叫什么呢？有条不紊，对不对啊？
知道自己马切下来之后我残血了，但是你别慌啊，千万别慌，残血了怎么办呢？先扔衣服啊，保证自己。然后因为你残血了，所以说你要先吃一口加血，那么呢撞操胚啊，对吧？撞完操胚之后呢，你需要撞一个司马懿的隐身衣，因为双 boss 在场，这个隐身衣不好撞，趁着你一隐身的时候去撞隐身衣啊。然后其次，在你隐身衣还有剩余的时间以后，用隐身衣去打门啊，因为你待会儿呢，你打这个门，你没有隐身衣，你可能要开 AB， 那样的话呢，这个魔杖的 AB 一次只能打一下，你需要耗费十个 AB， 所以说你看这一个隐身衣在这儿，起码我觉得这个隐身衣就是超值的，是吧？之后你也看到呢，这个洞叔拿四个司马，老生常谈了，不提了。之后呢，隐身衣打十下，这里再补一下，干好完事儿。OK， 咱们这里继续往前走啊，来到了这个野曹操处。野曹操的话呢，撞一个那啥啊，你看反撞六 A， 反撞六 A， 这个六 A 啊是撞道具的时候呢，建议用一用啊，一个顶一个六 A， 一个顶一个六 A， 一个顶，刚好呢一次连招撞三下，非常的好用。这位置呢，直接干一个高伤啊，干一个飞盘。飞盘之后呢，神龙摆尾无限互接的一个高伤，然后如击追地直接带走。咱们呢接着往前啊，然后视频呢还是给各位分成两段来做啊，一个上部一个下部。上部的话呢也就说到这关结束了啊，做到这个第三关结束啊，下部的话呢把后边剩余呢都给各位做一下。这地方呢也是闲来无聊，用这个许褚呢玩一会儿啊。这个许褚的话呢打起来比这个红张飞伤害来的要高啊，这是前面收的许褚令牌，比这个红张飞伤害要高得多，所以说呢用这个许褚来了。然后这里是 BA 放倒一个，准备给张辽来个秒杀。哎哎哎，我钻必杀，再见，没死了，好吧，所谓。之后的话呢，视频这个上部呢也就要这么结束了。我是呢本期的解说永恒啊，如果呢各位喜欢我的这个视频呢，还希望呢各位能帮我点点关注，是吧？如果呢各位有什么自己打的一个比较不错的素材想发给我呢，可以加我的企鹅3711599923。那么今天的视频告一段落，拜拜。